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，山君啊，不管怎么说，你这次帮我洗清了罪名，我会记在心上的。打住！我这次帮你不为别的，我是不想冤枉别人，毁了自己的清誉。至于你借我钱帮我还债，我会尽快还给你。啊，山君，这钱不着急，别给我谈人情，我不想欠你什么。 你帮我一次，我也帮你一次，我们两清。哎呀，山君啊，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和和气气的呢？和气？自从你拿走了神州武馆的牌匾和那半张药方，我就已经和你势不两立。你要和我讲和，可以啊。 除非你把神州武馆的牌匾和药方还给我，山君啊，你这么说可就过分了。这可都是师傅的安排，那就免谈。哎，哎，山君，山君，你听我说，过去的事情，咱们暂且不谈。就说这次我们两家连番出事，那都是日本人在背后捣的鬼啊。他们的目的，就是我们手上的药方。 你确定？又是日本人？我可以肯定，这次追杀我的就是日本人。山君啊，面对外敌，我们一定要团结，要枪口对外，一致抗敌呀！当初师傅就是因为不愿意把药方交给日本人，才惨遭毒手。现在我们怎么能让日本人从我们手里把药方夺走呢？ 关系如何？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绝对不能让药方落在日本人手里。好，那咱们一言为定，击掌为盟。我是为了我爹，为了整个民族的大义。 扮成蒙面侠来逞威风了，这个蒙面侠看来是家喻户晓的。现在的老百姓把蒙面侠当神拜，局长让我们去查蒙面侠，我们要是抓不到蒙面侠，他局长让我们不好过；我们要是抓到蒙面侠，老百姓会把我们当成公敌，到时候骂都骂死我们。这可怎么搞啊？哎，队长，不如我们去像查青牛山一样糊弄糊弄就完了。这次和青牛山不一样。 查青牛山的时候，局长问过咱们进展了吗？没有。这次他一天问几回呀？昨天问了四回啊，今天早上问了一回。这么结了？哎，局长对这个蒙面侠的事非常在意，所以这次怎么也得把这个蒙面侠找出来查出来。不是队长，蒙面侠到现在连个影儿都摸不着，怎么查呀？ 怎么查？开大玩查呀！哎，队长，你这话说的，哎，你等着我呀！来，来试试，夜视金枪锁，不要不要！来试一下吧，我们免费派送啊，不要！专治跌打损伤，队长，可以的。
您试一下吧，试一下吧，贝贝，试一下。您好，苏小金伤死。试一下。这不是叶正南和杨小姐吗？试一下。阿婆，这是叶氏药房的金伤散，专治跌打损伤，外敷内服，效果很好，赐给你了。哎，不要不要，不知道用了会不会死人呢？阿婆，我们上批药呢是被人陷害了，这批药绝对没问题。 你拿着试试，你们的药有问题的，白给我也不要，你拿着试一下吧。阿婆，试一下吗？这，哎，叶氏药房可真够惨的，免费给老百姓发放，老百姓都不要。哎，这样，就跟白纸一样，你把它弄黑了，再想白回来，这真不容易。哎呀，这叶氏药房要真想恢复名誉。 那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啊！叶家真可怜呐，这回彻底没戏了。那也不见得啊，那金伤散毕竟是叶老前辈的嫡传，啊，这真金不怕火炼嘛？哦，对对对，去看看去。哦，来，您试一下吧。试试吧。哎呀，郑楠呐，杨小姐，哎呀，我都看见了。 为了叶氏药房的声誉，你们还真蛮努力的，会有恢复生意的那一天的啊！郭队长，来，这个药呢，你们拿回去试一下。你拿着呀，拿着。要是用完效果好啊，就跟街坊们说一说。好好好，效果不好也说呀。这会不会说话呢啊？ 哎，慧子，下个月就是师父的50岁大寿，虽然不能在他身边陪他过寿，但是我为师父准备了一份大大的贺礼。想必师兄为师父准备的贺礼，应该就在这个盒子里了。 没错，这把是雷霆古剑，出自中国宋朝名家之手，是世上不可多得的宝物。 果然是一把好剑，虽然已经过了几百年，但依然寒光凛凛。嗯，师兄为了这把剑，一定花了不少钱吧？哼，钱我是没花多少，不过为了它，我可是下了不少功夫。嗯，师父一生习武，一定会喜欢这把宝剑的。 哎，哦，惠子小姐，中村君，我已经想到抓蒙面人的办法了，你听好了，然后再去通知杨局长。哎，让你们去查蒙面人，有什么进展吗？这局长啊。 这蒙面人他来无影去无踪，又蒙着个面，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，也不知道他什么来头，实在是太难查了。这，我给了你们3天时间，今天已经过去2天了，你们还是半点线索都没有给我查出来。啊不，我们已经加强巡逻了，这十几个富商巨贾附近都有埋伏，只要他一出现，我们就能逮着他。 而且蒙面人这两天没作案，他要是作案的话，我们就有机会抓到他。就是啊，要是3天时间太少了，您这是让我们大海里捞针呐！对呀，再给我们3天时间，我们保证完成任务。啊，对，哼，整天在街上瞎逛悠，我就是再给你们3天、3个月、3年，你们还是找不到这个人。沧州这么大。 我们的人力够布下天罗地网吗？你们只在几个富商巨贾附近埋伏，那只等于守株待兔。凭蒙面人的功夫，他会察觉不出来吗？
局长啊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您有什么高招啊？啊，老队长，我可以再给你三天时间，还可以给你支个招，但是这次你要是再查不到蒙面侠，你这队长的位子。什么高招啊？引蛇出洞啊！好。哎呀，狮子丢宝，这蔡老爷真是可怜哦。你不懂，别乱说。哟，哎呦，二爷，二爷来了啊，来了，正好就来了，请坐，请坐，二爷。哟，哥几个在说嘛呢？来，二爷，蔡老爷家的事情，您听说了吗？你这话说的，在这沧州城里有嘛事儿是我何某人不知道呢？那是那是，何二爷是咱们沧州的白小生。大事小事都逃不过您的一本经。行了行了，别抬举我了。哎，你们真想知道这蔡老爷家的事儿？想啊，当然想了。我听说这事儿蹊跷得很。哎，何二爷，您赶紧给我们讲讲到底怎么回事。蔡老爷的小儿子溺水而亡，知道吗？嗯。那你们知道这祸头是什么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是蔡家的祖传的雷霆古剑。哦，真有这把雷霆古剑吗？蔡老爷从没提过呀，他又是怎么惹的祸呀？哎，红颜薄命，宝物招祸呀。蔡家这把古剑虽然藏得深，可还是二爷，您就别卖关子了，赶紧说说，这宝剑到底怎么了？前一阵，日本浪人到蔡家去买这柄剑，蔡老一看是洞阳鬼子，当场就给轰出门去了。哦，结果第二天，蔡老爷最喜欢的小儿子就溺水死了，谁干？谁也没看见，只有老天爷在天上看着。可惜呀，老天爷他不会说话呀。后来这日本浪人又到蔡家去买剑，蔡老爷就拿出了这柄剑。你们知道，这柄古剑最少值10000块大洋。你们猜日本浪人花了多少钱买到手的？多少钱？500大洋。嘿，蔡老爷这吃大亏了。没办法呀，蔡老爷失去了小儿子，已经是伤心欲绝了。他再也不能让他的大儿子有半点差错呀。太气人了，这是咱们中国自个儿的地盘，日本人在这横行霸道的，能有什么办法？现在啊，就连当官的都怕日本人，否则蔡老爷这个性啊，他能向日本人屈服吗？他这是孤立无援呐。日本人太可恨，蔡老爷可怜了，可怜了。这些日本浪人竟然敢做出这样的事。哎呀，现在外头传得很厉害，老百姓是敢怒不敢言。这件事情我不能不管，无论如何我都要把宝剑物归原主。我就知道你得出手，仗义出手。不过我的先人已经跟我说了，警察局的人现在在全力追查你，你现在出去那是非常危险的。不用担心，我要对付的是日本人。
不会跟警察发生冲突的。他们虽然人多，但我还能应付得了。还是万事小心。侠今天晚上肯定来到场了。嗨，这是局长的主意，他故意把那个日本浪人抢劫蔡老爷宝剑的事传了出去，引蒙面人上来对付日本人。蒙面侠现在可是给老百姓出头的，我怎么觉得今天干这事儿，这良心过意不去啊？那有什么办法？这是局长的命令。这次如果再抓不上蒙面人，你我都没得混了。哎，你想不想吃饭？想啊。你想不想养你娘？当然想啊。想不想喝花酒啊？想、哎。那不就得了。蒙面人是为老百姓干事的啊，他是老百姓心目中的英雄。这次就当他帮我们的忙了。可是队长，你可是跟我说过，当警察的也要讲良心。你说，我良心？这现在我管不着，还他妈都啰嗦什么？日本又来了，快，快！是，快！师兄，对不起。这次我利用你应蒙面侠上门。师妹，没关系，不用和我客气，能够帮助你我很乐意。况且蒙面侠善会从道场接走了叶正南和魏启明，对于我来说是极大的侮辱。这一次和他交手，我一定要把他打败，把他们抓来亲手交给你。我相信师兄的实力，有师兄的帮忙，我就安心了。这一次，他有胆来，没命走。你有这个本事吗？他来了。走。混蛋，你真的敢来？你要的雷霆古剑在我手里，有本事来拿。交代啊！这，给我搜啊！挨家挨户的，掘地三尺的，给我搜！搜！是，搜！搜！你干什么？啊！我搜啊！搜！这边！你们三个搜这里！是，全都跟我走！走！
上了。没事，擦破了皮而已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要万事小心，万事小心点。我说没事就没事了。哦，对了，警察在外面搜得很紧，可能很快会查到这里来。行行行行行，我知道了，我去给你拿药去啊。是我他妈打死你！夏总，夏总是不是？找着没有？没找着，这天都亮了。哎呦，这怎么？局长总共给三天时间，今天就要到期了。见着蒙面人没抓着人，这怎么跟局长交代呀？这是，队长。后边就是乾坤居，咱们去找莫先生算一卦。莫先生算的可准了，没准就能算出蒙面侠在哪儿呢。大富啊，你小子跟我一样机灵，好主意，走算一卦去。不，队长，但是到那儿算卦需要预约，咱们到那儿还得排队。我他妈是谁呀？我他妈堂堂高队长，我还约？走，九儿，开门，开门！高队长，你们是来找蒙面侠的吗？不是搜过了吗？我们这没有这个人。今天不是来搜人的，今天是来算卦的。我呀，遇见一件虎虎生是眉毛啊，对，想请莫先生给算一卦。哎，郭队长，今天算卦的名额已经满了，不然您就等等。要是实在不行的话，就明天再来。山中，我告诉你，我们队长现在是好好的跟你说呢，赶紧叫莫先生给我们队长算一卦。这是我们管辖的地盘。你干什么呢你？你能不能说话客气点儿？山先生，这最近为了抓这个蒙面人，我是伤透了脑筋，求莫先生给通融一下，让我插个队啊。何队长，啊，以后多读点书。我去和莫先生说说看。哎，好。哎，我这手机。莫先生，高喜来了，想让你帮他算一卦。为了什么事？为了找蒙面侠。他要找蒙面侠？对，你要见他吗？对高喜这个人还是挺感兴趣的。那他的资料，他的资料我看过了，让他进来吧。好。进来。高队长，请。好。莫先生，一清早来打扰，实在是抱歉呐。我们遇到一件急事儿，我这一晚上都没睡好，这江湖救急可不容缓啊。对呀、啊、高队长，你先别急，来坐下再说啊。不知道高队长有什么事情想要问卦呢？哎呦，我们要找一个人，找一个蒙了面的人，昨天让我们给追丢了，找了一晚上都没找着。我想请您给算一算，这个人藏哪儿了？哦，找一个蒙了面的人，这个人得罪你了？我也不想找他呀，是我们局长要我们找他，还规定了我们三天时间，
今天要是再找不着的话，我们俩这饭碗就没了。原来如此啊。奔其背，不获其身；行其庭，不见其人呢。卦象的意思是，高队长要找的这个人已经不在这里了，再找也是徒劳无功。当行则行，当止则止。高队长，不用再找下去了。这怎么会这样啊？你你也算不出他在哪儿啊？局长也下过死命令了。今天找不到他，我这队长也没得做了。队长先不要着急，吉人自有天相。从卦上看到你天生命好，任何事情都可以逢凶化吉的。 此话怎讲啊？高队长，恕我冒昧地问一句，您的祖上应该不姓高吧？不姓高，那姓低呀、啊！这闭嘴！接着说。您祖上有皇室血统，应该是八旗子弟吧？我还能看得出来，您祖辈应该屡遭奸人所害，到了您爷爷这一代，就改名换姓，流落民间了，对吗？莫先生，这您。你是怎么做出来的？这也太准了！还有什么？高队长，您怎么跪下来了？来，赶紧起来！队长，有人！高队长，您这个喜字是您爷爷改的是吗？哎呀，这正是啊！莫先生，我真是佩服你啊！在甲午以前，我爷爷家真是不八旗子弟呀、啊。后来因为得罪了王爷，才流落民间。为了保全一家人的安全，这我爷爷迫不得已改成汉姓。哎呀，当我爷爷知道我出生的时候，嘿，给我取个名字叫喜，就是让我别忘了祖宗。别忘了这家里啊，这还有发财的机会。嘿嘿，我这喜可是啊，慈禧的喜。队长，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过呀、啊？这我们家那么大的事儿，我能随便乱说吗？莫先生，您这太神了你。但是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。我们家这一路走背字儿，啊，当年这风光这荡然无存了。莫先生，您说我这福气是不是就用完了？高队长，你不用担心，你天生贵相，你这个喜字帮了你很大的忙了。只要记住，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，任何事情一定会遇难成祥。人也不用再找了，再找也没用，继续找下去对你不利。好，莫先生，我听您的。高峰，咱们走吧。走吧。
全是饭桶，抓人都抓不到，抓不到活的抓死的，给你们的枪当烧火棍子了吗？巡查，这真不能打死，这真要那样的话，沧州的百姓会戳金属的脊梁骨的。就是啊，你们不要以为他是个大英雄，他就是个贼，正邪不两立。我们警察就是抓贼的，这才是替老百姓做事，这才是我们警署应该做的。这教训的好，警察，教训的好。一群饭桶，你说你们还能干什么？我要你们干什么？高鑫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今天到期了，你这个队长还想不想干了？你不想干可以，大夫等了很久了。这局长，其实我们昨天去乾坤居找莫先生算过了，他说蒙面人已经走了，我们再找也是徒劳啊。对呀，混蛋，江湖骗子的话你们也信？愚昧无知。这局长，哎呀，他算得太灵了，我就找他算了一卦，他就知道我祖上是八旗子弟呀。这事儿我谁都没说，大副也不知道，是不是？是，局长，这个莫先生可神了啊！我净给我整些没用的。昨天晚上蒙面人在哪儿消失的？在西街消失的，然后我们把整个西街都搜遍了。对，好，高鑫，我命令你带上人再去找。是，这次找不到，你不准吃饭，不准睡觉，再找不到，你就不准，就卷上铺盖卷，知道我要说什么吗？滚蛋！对，是，滚吧。哦。报告，进来。局长，您的信。出去吧。是。沙老板，你让人送来的信我看到了。惠子小姐画的，供我参考吗？好，我明白。放心，我会很快就把他们捉拿归案的。两个过来一下。局长，我们刚要出发，是什么事儿啊？你们来看看这些画像吧，虽然看不到脸，但是身高和体型，你们看看像谁？这没个脸还真不好认呢。废话，有脸还让你来猜吗？队长啊，我怎么觉得他和那个莫先生有一点相似啊？这像个头啊！这是莫先生，他是个瞎子。不是，我就说像，莫先生肯定不会是。
等等，你刚才说谁？不是局长，别当真，我就这么随便一说。对，莫先生就是那个乾坤居的算命瞎子。对啊，这个莫先生很奇怪啊。我女儿也提到过他，蒙面人也跟他有几分相似。昨天晚上蒙面人就是在西街消失的，而这个莫先生就住在西街。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呢？但是莫先生是个瞎子，难道难道什么？二位，我很想去见见这个莫先生，有兴趣吗？走吧，走。啊，杨夫人，下一位应该就是你了，稍微等一下，啊。就这儿，来。单先生啊，高队长，你昨天不是来过了吗？哎。我们局长来了，要见莫先生啊！你快进去说一声啊！哎哎，杨局长，哎杨局长，你这，哎，杨局长，莫先生在哪儿算卦呢？单州，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，客人要一个一个的来吗？莫先生，我们杨局长来了。高队长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不好意思，走。莫先生。杨局长想来看看，这都是他的地盘，你可得有数啊。孟先生，久仰大名啊，啊，鄙人杨世轩今日特来登门拜访。原来是杨局长，失敬，请坐。孟先生，你现在可是我们沧州的大名人呐，我是十分好奇，这盲人算卦和正常人算卦的算法有什么不同吗？局长对这个也感兴趣，慢慢说啊。盲派命理体系与传统命理最大的不同，就是盲派废除了日主的用神和旺衰，我们断命的法宝就是断命口诀，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大道至简。盲派命理论命有三大法则，一为理法，二为相法，三为技法。理法就是对命理的理解与认识，每个人的八字就好像一篇文章，如何读懂它就是理法需要解决的问题，而相法就是盲派命理最关键的部分，讲的是命理的细化，有干支相、宫位相、食神相和神煞相。通过相，我们可以读懂很多非常具体的事情。但技法就是盲派命理最难的部分。什么是技法呢？好了好了，停吧停吧。莫先生不愧是盲派大师，功底深厚，难怪给别人算卦百算百灵啊。只是你的这些说法嘛，你就是跟我说上十遍我也弄不明白。杨局长过誉了，我只不过是以此为生，如果能给老百姓啊指点迷津，也就是造化了。来呀，莫先生风流倜傥，一表人才，出口不凡，如果不是眼睛有疾病，莫先生一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。
杨局长，你这是在捧杀我呀？我想请莫先生站起来，然后慢慢地转过身来。杨局长，你这算是什么意思？没意思，只是请你站起来，然后把身体转过来。